欢迎来到戏剧圣经365，我是浸信会神学院彭胜友牧师。今天要来读诗篇87篇到91篇。诗篇87篇是对锡安城，也就是耶路撒冷的颂歌。耶路撒冷不仅仅是一个具有迷人历史的城市，它也是我们对上帝、家园，还有对不朽的渴望的象征。诗篇88篇被称为最悲伤的诗篇，它是一个感到与神隔绝的人的痛苦呼喊。我们看到诗人的真实感受，他在今世和来世都看不到盼望，而他仍然在祈祷。诗人在死亡的边缘承认上帝是他唯一的救赎来源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可以从这首诗学到什么呢？诗篇89篇描述了神与大卫的盟约，诗人唱出了神坚定不移的爱和信实。不过诗人也描绘了一个群体的悲叹，当城墙被攻破，敌人取得了胜利，难道是上帝抛弃了他的盟约吗？还是因着人的犯罪受到惩罚呢？诗篇90篇深刻地思考了人类存在的短暂性。他问，为什么人类的生命会突然消失呢？这首诗被命名为神人摩西的祷告。这首诗指出死亡和我们尘世生活短暂的原因是罪。诗人祈求上帝保守他们的生活，使他们在这个世上度过的时间是有意义的。诗篇91篇这首雄辩的诗是崇拜中使用的戏剧性的对话。首先由崇拜领袖宣告，神是避难所和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神也应许回应人的祷告，并在困难的时候保证有他的同在。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87篇到91篇。诗篇也87篇，可拉后裔的诗歌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他爱锡安的门，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。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乃举着你说的。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，是在认识我之中的。看啊，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。论到锡安，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，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。歌唱的、跳舞的都要说，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。第88篇，可拉后裔的诗歌，就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，交与灵长，调用麻哈拉利暗厄。耶和华，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，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。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，如同无力的人一样。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。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，与你隔绝了。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，在黑暗地方，在深处。你的愤怒重压我身，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。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，使我为他们所憎恶。我被拘困，不得出来。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。耶和华啊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。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？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？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？
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。耶和华，你为何丢弃我？为何掩面不顾我？我自幼受苦，几乎死亡，我受你的惊恐，甚至慌张。你的烈怒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。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，一起都来围困我。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。89篇，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诗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，直到永远。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，因我曾说，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，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。耶和华，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，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。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？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？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，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？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，你管辖海的狂傲，波浪翻腾，你就使它平静了。你打碎了拉哈伯，似乎是以杀的人。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。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，南北为你所创造，哈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。你有大能的膀臂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右手也高举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。耶和华啊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，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。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我们的脚必被高举。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，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。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，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，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。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我的圣膏告他，我的手必使他坚立，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。仇敌必不勒索他，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。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，击杀那恨他的人。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，
因我的名，他的脚必被高举。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，右手伸到河上。他要称呼我说，你是我的父，是我的神，是拯救我的磐石。我也要立他为长子，为世上最高的君王。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，直到永远。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，为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，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。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，不照我的典章行，背弃我的律例，不遵守我的诫命，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，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。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，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。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，我绝不向大卫说谎。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，又如月亮永远坚立，如天上确实的见证。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，就丢掉弃绝他。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，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。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，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。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，他成为邻邦的羞辱。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，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。你叫他的刀剑卷刃，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。你使他的光辉止息，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。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，又使他蒙羞。耶和华，这要到几时呢？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怒如火焚烧，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。你创造世人，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？谁能长活免死，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？主啊，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，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？主啊，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，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。耶和华啊，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，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踪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第九十篇，神人摩西的祈祷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神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
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经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。早晨，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。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愿你坚立。第91篇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。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。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你唯亲眼观看，见恶人遭报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。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
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。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他在极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。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